好爽。大龙啊，别这两个秒。我一直很好奇，我音乐声音跟游戏声音还有键盘声音到底是怎么个样子，我自己是做出来了。虽然说你一盘大龙很帅，但是我没必要了。音乐声音大，哎，我真不懂啊！你明明把音乐声音开到25%了，没事吧？讲话声音小，我有时公司发展都可以玩。太小了，我说话声音小，但是键盘声音很大，是吗？都小。啊。现在呢？我那个赌狗，赌狗的姿势吗？他没闪，一线推过来就行了。上一波没交闪，这都没死。
知道我肯定可以说，这都在大家都在说我为什么不能说，但是我不知道呀。因为老是打这种局，对线还没五分钟游戏就弃了，啊，对线才过刚过十分钟游戏就弃了。如果你要这样发信号了，我们压力有点大，但是你也不能不发。强了什么情况？不是兵害吧？别抢我兵啊！我操！本来就穷，哥们出一出也没事。满意了吗？只能说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 Q 不破格，对面又怎么掉血？再说你这个用 Q 抢先权确实有道理。那正常中线不是看你有没有技能就一定能抢的，而是看你的队友能不能靠。有的线是不能抢的。对面不回家，我这边也不用回。你在直播线，要快速回城了。
然后一直 A 肯定没有输出啊，这站桩厉害了。死了，这种时候死不是掉大龙吗？这还好，我们扎克顶。对，飞机不打扎克，要不然这我们团真输团了，就跟当时我的卡莎不打前排飞上去一样。那真的是个挂件 AD 啊！我在后面看到队友打。我真服了，有什么用啊，王一迪。真爆笑，王一迪。继续猜啊，怕什么？不是，对面死两只，这么大的 buff 不继续猜。刚说亚非这个可以玩了，结果现在又变成维鲁斯之类的，这英雄加一点点数，这亚非就对不了线，也不算对不了线吧，就是被越塔，选出来就被越，选出来就被越，真的不喜欢玩这种英雄。不是他玩游戏就是要有这种创造力，你先别管效果怎么样，你就说他创没创造吧，只要创造的就是有意义的。放个大。170护甲，哎呦 ，Q 歪了，又 Q 歪了，让他换个飞机，不要再出蓝盾了，出一件甲就可以了，再多出这台防装是太浪费了，哎。结束了，我没必要去追他了，我们追也追不到他了。这把唯一的意义就是闪现大树这个奇拉了，你看我没有假球之前奇拉都随便秒我了，这有假球之后他就打我不掉血了。我那个韩立啊，我最近才开始看这个通了，
这把哥们儿疯了。管六级了，好爽。大龙啊，别追了，哥们。可惜了，哎呦，他们要越塔，白死了。哎，我怎么又动不了了？我怎么动不了啊？不是，我鼠标在那里点啊，为什么动不了啊？人，我人怎么卡住了？32毫秒啊，没问题啊，我也没卡呀、啊。
我怎么动不了啊，我操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其实下路有一个